消灭莱奇的敌人，我要是不消灭他们，我把他们往城里面引会怎么样？趁着夜色偷袭蒙德城，成立新的刺球手部。好剧情，来来来来，作为丘丘太君里面请里面的守军，大大的空虚，夜色降临了，蒙德人喝酒了，你们是野地的干活，他们是大酒的干活，我的已经扛不过去了，来来来，丘丘太君随我一起攻入蒙德城，让骑士团。哎呦，别打我呀！你们丘丘人是野地睡傻了吧？小脑完全不发育，大脑发育不完全，你现在打我什么意义？听我的，拿上武器圣剑斩，跟我一块一举攻入西风集团大营，到时候我当团长，你当弼马温，不挺好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偷战了？哎呦，你干嘛？我不知道他们三个干什么，你是来进攻的，不是来这站着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就像这样慢慢走。哎，对，抬腿啊。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敢进来了，平时被西风骑士团打怕了，现在胆子小了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正好这儿三个酒桌大家都满上，俗话说得好，酒壮怂丘胆。哎呦，喝酒啊你啊，这只猫胆子是真的大，三个丘丘人进来它是完全不怕，还在这儿喜酒。过来过来，我不会骗你们，我知道如何去骑士团，咱们就顺这条路啊。啊，这个巴顿是个憨批，他害怕打到他，戴着金牌也没有丝毫想出个手的意思。你看，蒙德市民都不管你们，怕个锤子，往里面走啊！好，兄弟们又妥战了啊！我重新想个办法把他们往里面引。这个任务千载难逢，是迪罗克的那个暗夜英雄，好不容易他们可以攻打一次蒙德城，意大利炮没有就算了，连人都不敢往里面进。啊，这啊，好家伙，我都不知道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密谋。这个任务本来是迪罗克很潇洒的杀了一个圣山法师，然后说剩下的这些杂鱼们交给我，他就不再出手了。你看看前面的剧情，迪罗克支开了骑士团，我又在这骗走了迪罗克，畅通无阻啊！兄弟们，前面的道路一马平川，一泻千里。不行，我换条路引他们。不知道这个丘丘人会不会爬城啊？我试一下。来，上楼，随机敲开一位蒙德市民的门，开门开门，外卖到了。会爬墙吗？他们？操，根本不会。会上下楼梯，但是不会爬墙。你过来，咱们好好聊聊。真的是，咱们制定一个作战方案也行啊。不行，韩博不扛打，换个扛打的。啊，跟这些野蛮人交流起来真是太困难了呀。这，哎，还是带他们赶路吧。等等，真高兴。各位记住了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宝箱，领完了宝箱继续赶路吧。这什么？这也能做？哎，综艺节目即视感，我是评委，然后这是两位参赛选手，正在表演的是这群丘丘人，他们就怎么就想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呢？既然强行引过去引不过去的话，那就别怪我把你推过去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好，推死了啊。不行不行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多了一个人？我操，不会吧，他们每失败一次，如果说就能够多一个人的话，我就让他们多失败一次，刷开那么个几百个丘丘人，到时候蒙德城就是我的了呀。哎，话说这个挥舞着火焰棍子的像不像是迪卢克？在此宣判。天黑了呢，不如在蒙德城里转转吧。哎，运气好的话，完了，剧情刷新了，迪卢克又回来了。火未来的火系大 C 被一个小小的兵法给封印到了墙上，这暗夜英雄就是迪卢克老爷。尽管绕开了卫兵的巡逻路线，却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你们。好，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五分钟之前你说过一遍这句话。所以说，暗夜英雄先生。好了，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。感觉很不自在。没错，暗夜英雄太土了，应该换一个更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称号。Romantic，那改成什么呢？正义人。然后接下来迪卢克就要走了，然后这三个老演员又要出来了。一个小角色而已，你应该也可以轻松解决，我可不能被这些杂碎拖住了。对对对，迪卢克老爷千万不要被这些杂碎拖住了脚步。没事没事，放心交给我就行，第二天蒙德城都是我的。
来来来，我现在放弃一位以你们入城的操作，我觉得让你们给我卖命呢，首先要先给你们好处，比如说先请你们吃个瓜什么的。有一个人前来买瓜，哥们儿，这瓜多少钱一斤呢？2块钱一斤。我操，这瓜皮子是金子做，还瓜栗子金子做的？你像这现在哪有瓜呀？这都是大棚的瓜。这瓜保熟吗？我开水果摊的，能卖给你生瓜蛋呢。我问你，这瓜保熟吗？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？算了算了，不过这个清晨出现了嘛，让我想起了一首歌，和这个入侵者有关系的歌词，好像是什么什么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，然后什么侵略者入侵闯进我的家什么的，就大事啊，朋友再见，交给我吧。从梦中醒来，侵略者闯进我的家。哎哎哎，回来回来，你们别再见，你们别跑啊，别跑啊，你这次什么都不说了，直接退退退退退吧。前面是立本过来卖东西，我问问他活蜘蛛人熟不熟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？啊？啊！好像超时了啊！不是，就是这个时间段已经不是这个点了。哎呦，不至于你又……妈的，好想笑啊！基诺克又回来了。三战兵法卢老爷，你走吧，别再被车砸碎。哎呀，又回来了呀，兄弟们，现在神奇的巅峰已经是我王者大号摩天峰粉丝数的88%了。还记得第一期视频的时候，我立的目标是1%，你们也太萌了呀，这我都没法给我的王者粉丝交代了啊。